细心的网友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与明星撞脸的路人们，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真是明星路人傻傻分不清楚。近日就有名叫 Spunkku 的网友在微博中晒出自己的扎马尾半嫩照，没成想被转发了7000余条，原因则是该女网友实在像极了演员王宝强，无论是脸型、眼睛、嘴或是神情乃至耳朵，和王宝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此前与王宝强撞脸的网友们不止一位两位，这位女网友也成功加入了王宝强撞脸的行列，被笑称是装嫩扮女的王宝强。由于其与王宝强相似度极高，再加之扎的两个高高的马尾颇有喜感，网友纷纷调侃称，宝宝你别闹了，别 cosplay 了。也有网友笑称这是从泰国回来之后的王宝强。该名网友也十分惆怅地表示，像王宝强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呢？还搞笑地表示，被喜欢的人拒绝难道是因为自己像王宝强？